那斗鱼这玩意儿呢，能不能别给我脸挡上？啊？那斗鱼那水印儿，自己不会自己动一动吗？布局，不是布局。我天哪，这地图我感觉我要掉下去了。神射手，奈德利拿了，奈德利，拿个奈德利。能固定吧？怎么固定啊？他自己来回换啊。没有啊，没有固定的地方。要我看一看啊，这阵容，先拿个泰坦，火蓝撇了，福星拿着。你八人口200多块钱递了一只大虫子，是不是商业奇迹？我昨天三星建模，三星大虫子，不好意思，这不糊了吗？这不起飞了吗？这上来给我俩山海，升级来，升级露露撇了。上派克吧，派克狠一点。这上来给我俩泰坦，一个妮蔻，我这不玩个山海呀？我这不玩个山海呀？我这重密山海，我得来一个，给你了。泰坦开盾呢，泰坦，哎呀，泰坦连动都没动一下子。我4级，他3级，他一个猴猛成这样。操他妈的，4级没打过3级，哎呦。气死个人呢。为啥呀？为啥4级没打过3级呀？那我生这是为了什么？不要说脏话啊！行，不好意思啊，不是真令人生气。这回怎么能打过了吧？那泰坦怎么一个技能也放不出来呢？泰坦不像个人了。泰坦，哎呀，泰坦呐，能不能给个积木啊？能给个积木不？给我个积木，积木给我来一个积木，不能给个积木吗？我先给这俩撇了。我想这样上。正在觅食。还行啊，赢了，漂亮！给个积木吧，给个积木啊，轮着妈也行，给个轮着妈吧，给个轮着妈，轮着妈，快点的，来一个。
喜欢这个的。咱先来一个蓝 buff 吧，蓝 buff 被拿了，拿暴击全套了。那拿大棒吧。升级，三个分女。累呀、啊，累呀、啊，没有积木呢，要个一星积木这么费劲吗？实在积木不给你，给我来个大红的吧，行不行？刚才你不拿，刚才哪有积木啊？刚才选秀的积木，我选秀要那积木干啥呀？选秀不要那玩意儿了，轮着妈也行啊。认真游戏，保持心态。哎呀，难呐、啊，不容易啊！小炮，你说撇不撇呢？算了，咱这么地儿。我觉得小炮应该放右边。好多猩红之月呀！小炮，我给个女神之泪吧，启动的快一点，可以三下一个大招。这肯定打不过了，斗士塔姆打个屁。这第一名真让人难受，整这么又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哎呦喂，两个泰坦，一会儿来个重装泰坦天选，我直接起飞，泰坦直接无敌了，听见没？泰坦，哎你哦，随便给，我看啊，穿人呀！给了个逆口，哎呦啊！哎呦，我积木来了，积木，好积木啊！积木一来，我跟你们说，这就很厉害了啊！我的作用就是我的剑。上个波龙，先给个法宝。积木一来，
这就十分好打了。看这积木的虚区，看这积木呗，一星的积木就虚区就这么高，这二星的积木了不得，这积木全部自亡，前期的 King 积木。一会儿再给个鬼书，好多泰坦啊，这泰坦也太多了。正好剩二十，我上个这个，不对，我们继续上前排，看看有没有哪家有刺客的，小心点儿。又是山海的一天，不是啊？那你说我泰坦这老些不玩山海玩啥呀？是不是啊？不玩山海玩啥？没得玩啊！哎呦，决斗大师，狗都不玩，全剩残血，算你狗屎运，小伙子，把我连胜给我断了。不上泰坦上布隆，问得好，来这波为什么没上泰坦啊？因为我给忘了。经由烈火审判。我都已经升六了，你们才五级，还在那攒钱呢，攒吧，啊，攒吧！一会儿让你们知道知道我山海动秘的狠。能不能下波白嫖大虫子加三个泰坦？这波必须得要大棒啊，大棒女神泪，全套也行。女神泪已经没了，大棒也没了，那我就拿全套吧。哎，你啥也拿不着了。天选卖了吧，你着什么急呢？我就发现这云顶之弈都出这么长时间，怎么还有人搁那急呢？为什么这么急呢？我就不明白，老急什么？老急什么？有什么好急的？上鬼叔积木，保持我们的连胜。现在的奥拉夫挺多，得要个鬼叔。来，互相射吧，看看你神射还是我神射。妈，不好意思，便宜手。
布隆就即使能升三，我们都不要他，行吧？这英雄即使能升三，我们都不要他，我不如要个奥文。这波居然输了，哎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完了，这落像个鬼一样，精致连败，他连个装备都没上，我都没打过他，我操的，他连假人都没上，气死我了，你快点给我滚走。还有这积木，快点给我走！积木，下波直接重装泰坦啊！直接重装山海泰坦，不是山海呀、啊，就重装泰坦就行，就来个重装泰坦就够用了。又给大棒，漂亮！给个女神链。泰坦配上泰坦的坚决，我觉得行。给个圣杯，不的。这布隆能一打二不？有攻击力吗？给我抡！精致连败，下波大地，可没什么用，精致连败加下波大地。我们要秘术重装天选，货实在不行，有天选虫子也可以用，啊。那不好意思了。够用了，好吧，够用了。泰坦，我这把我估计他能升到三，我直接泰坦给个泰坦，挺好用。哎呀，
给我这妮蔻，给个蓝 buff。你们觉得龙刀厉害还是蓝 buff 厉害？我这妮蔻，我操了，我这妮蔻。哇，女神之泪妮蔻，哎呦我快快快快快快，我不行了，哎呦我哎呦我哎呦我哎呀哎呀，漂亮啊漂亮，香香了，差两张妮蔻删了，漂亮啊！先升级吧，啊，先升级，我可以上俩，我可以把这布龙下了。布龙厉害点还是剑魔厉害点？布龙吧，布龙，我上俩。差两张妮蔻。差个奥恩，嗯，有拆解器直接拆了，哎，有道理哈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这波输了就赖你啊！我跟你说，这蓝 buff 没有，这波输了必赖你，小伙子。直接拆了呀，这直接合蓝 buff 了，上俩妮蔻干嘛呀？刚这波让人血入了，没关系。大虫子这皮肤挺有意思的，这大虫子。浪费急啥呀，关键我没地方用啊，这有啥浪费的呀，不浪费的，这波是必赢的，直接啪啪啪，哎呦我操，真爽真爽，哎呦我这波就扎堆扎一堆啊，全站在一块儿里边，真爽啊，嗯，真是爽。这把我跟你们说啊，有个同行啊，有个同行，但这同行才六级啊，这同行才六级，所以我们不用着急，同行马上要没了。我来了一个猴哥，您对代孕怎么看？我受不起的您，呵呵您呵呵您，我操！我的妈呀，他六级二星克加斯啊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日炎火花啊，不得啊，可以啊，上日炎火花啊，
我看看啊，石像鬼、鬼叔、日炎、火花。石像鬼、鬼叔、日炎、火花有两种选择，知道吧？我们现在最好是等他死了，我们再去地牌，知道吧？等他先死了，我们再去地牌。日炎给泰坦，泰坦厉害，我跟你们说，日炎给泰坦。火花也给泰坦，泰坦这把要是能升三的话也很厉害。大虫子一个鬼叔够用了，打工去吧。泰坦很厉害的，泰坦这个被动只要能升到三级是70%的那个伤害减免，好像是。你看那泰坦的右的吗？泰坦相当厉害了，这泰坦，泰坦后边一个打好几个都不成问题。死没死？还不死？还不死？你还不死？刚租你今天好像刚刚好，不地了，等，等他死啊！别着急，等他死。今天好像老铁匠来了，他俩决出来一个，等等，哇！死不死？两滴血，下波死了。我们开始大地，把泰坦、妮蔻全部给他递上去啊！这分女不要了，卡我1块钱，分女没必要生，不要风女，分女生。这手套指定是拿不着了，想想有没有别的能拿的。法宝不要白不要啊！换这个吧，这个给大虫子吧，省他整不起来。省他踩不起来，把这给大虫子。尿遁呢？尿遁厉害吗？尿遁，尿遁也还行吧。尿遁，我这边要打他怎么办？调一调站位吧，这波要打他就调调站位，这样式的。可以。哎呀，这也太猛了。你死没？你快死吧，行不？求你了，兄弟，你别耽误我吃鸡了，行不行？这刺客我没质量打不过呀，这太猛了，这卡特。快死吧，行不行？别耽误咱，你咋还不死呢？我操了，他还赢了，要给我耗死了这个逼。啊？你看能不能死了？能不能快一点？能不能快点死？与我同在。不地了！别再打不过他了，别再打不过，大虫子赶紧踩！可以，我先踩出来他就死，他后排全都被我的
都得被我给炸死。可以，赶紧死，赶紧死，赶紧死！哎呀，磨磨唧唧的，耽误我吃鸡儿在这里，你知道吧？耽误我多少事儿？来吧，来吧，来牌了，来牌了，兄弟们，来牌了，上牌了。下边给神器，这假人是啥呀？假人就是假人啊，就是假人呗，还能是啥呀？就白给的假人。这引血剑我一点用也没有啊！来，大地！装备没拿，我操！但我估计也能打过，没事。老母猪不要，露露不要，沙米拉不要，芬女不要，猫咪不要，要妮蔻啊！没事，能打得过，差一个哈，差一个，大虫子还差俩。振奋！我省一个，看能不能省一个。OK。完事儿。听说你叫刺客呀？啊？听说你好像叫刺客？啊？我听说你好像是九级，你在干嘛？啊？您在干什么？您？这都是什么些歪瓜裂枣？拔豆，跟我在这拔豆！我操了，还拔豆？还敢在这拔豆？用不着你拔豆，我跟你说。这把要是打输了，我直播吃屎。拔豆可以说是根本就不太好使，拔豆。嗯，那拔豆。哎呦我这拔豆，这拔豆好像还有点厉害呢，能跟我打个五五开呗。来个奥恩，这巴豆居然还能给我打个小五五开，我没想到啊！这回你再给我五五开一把，我看看来。呀，卡 bug 了，兄弟们，卡 bug 了，奥恩直接把装备打出来了，卡 bug 了。如果在他打装备的时候合，好像是能卡 bug， 无意的卡 bug 了。
这不是 bug 吗？哦，不是 bug 呀。老头被我炸了2330，老头啊、哦，不是 bug， 两星三下出装备，那就不是 bug， 那就不是 bug， 拿下兄弟们，给大家结个账啊，结个账啊，结个账，云顶教父结账了。